咱今天挑战一下，800块钱在青岛的码头上能买着多少海鲜？买海鲜标配得拿个小桶，为啥？因为怕整车上臭。半个月没来码头了，做梦都是海鲜味儿。哎呦，刚上来的，28一斤，这八带烧一盆儿。现在下午2点多，码头的船陆陆续续都回来了。哎呦，这股臭味儿，我就愿意逛这个地方。现在天凉了，那个丽虾越来越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夏天天太热，它出水就死了。来这地方千万别穿你的好鞋，都是泥。虾咋卖的呀？这纯野生的丽虾出海就死了。这一盆能有多少啊？没多少，我给你盆。便宜点我都要了。这些都要了行吗？你哥都要了。你弄着，你弄着。啊，我弄着。好。哎，这个虾好，回家扒虾仁儿。啊，多好嘛！没有水那颜色吧？这一兜不得个10斤8斤的啊？没有那么多。啊，这是多少斤？17斤6两。17斤6两，240。好。墨鱼咋卖的呀？每月20包。你说这些能有多少？没多少。多少？啊，撑着吧，撑着吧，27斤啊，这个保证新鲜，5斤6两啊，152，1、2、3、4，400元，好嘞，大爷还给我磨2块，刚买2样就满了，拎不动了，还买啥呀？再给我姑娘买点鱼吃，牙片哦，这么大，这两个虾怎么卖呀？来来，咋卖的这个？这个20啊，19，这虾虎确实不错啊，哎呀，这大虾虎，好嘞，就这些，够了。现在是吃虾虎的季节啊，多少？130。好，130，这一大都是虾虎。这锅沿咋卖的？25，丰收了，现在全是八带烧，刚上船的啊。这一筐60多斤，真实的码头生活都是这样的。大船回来了，这里是莲心渔港码头，看这船，哎，挺丰收啊，看这船上全是货，哎，呵，这一排都在这上货呢。这虾真好，要的吧你？要问他多少钱？这虾多少钱呢？20。20。便宜点我都要了，我刚买的那个15，哎呀，中了，哎，确实啊，哎，活的丽虾啊，长这么大头一回见活丽虾啊，看看还活着啊，哎，要了，快点称称，哎，这活丽虾真好啊，卖完了没了，嗯，这个好，哦，真好啊，这多好啊，新鲜是不是？活的啊，活丽虾，哎呀，这小腿跑真快呀。得好几只斤，32斤，542斤，542。完了，媳妇儿，你给我带钱也不够啊，花冒了。先给你400，540块钱虾。好，能，让我媳妇儿拎着。啊，好。哎呀，早知干这些活，中午多吃点好了。啊，累死我了。好沉呐，好几十斤呢。在码头买海鲜，真就不是说你想买啥就能买着啥的，得眼疾手快，上来就让人抢没了，花钱也买不着。嗯，好，这一大车八带烧，咋卖的这个？能有几斤呢？四五斤吧，太大了。咱本地的古眼鱼是黄色的，那些黑色的就不是本地的。古眼，你看它这眼睛，就在外边鼓鼓着，给孩子吃特别好。来了，啊，好。42块，这笔管好哈、啊，这个炒个茼蒿，炖个白菜都行，15一斤。不是黄大头也出去吧？不让挑，给我来100块钱的。哎呀，这个埋汰样，又超100块钱。哦，就扒皮吃那个是吧？哦，这个钱还交过04。哎，怎么今天丰收这个东西？我看全是这个。羊汤好喝吗？还行吧，哪都那味儿，全是这个东西，上来就被收走了。哦呦，丰收啊！不能再看了，越看越想买，超预算太多了。看看，满满一大车，一共才花1210。哎，我真是想的。回家扒虾仁去。只要有好吃的地方，多远我都不嫌远。到家都黑天了。哎呀，妈，我今天给你买老多虾了，来活了。哎呦，都能吃海鲜呢。哎呀，今天这虾买都买不着。那你看这虾还活着呢。关注金松，带你了解不一样的房车生活。今天扒虾啊，这虾真的，我来青岛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活丽虾。